九二一大地震到今年满20年，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地震发生的时阵要安怎来应变，台北内湖防灾科学教育馆以地震为灾害的场景，推出着密室逃脱的游戏。参观的时间只有10分钟，民众会当亲身体验，而且来训练拄着地震的应变能力。发生地震啊，要安怎？透过 VR 游戏讲予你知。头戴 VR， 手提感应器，模拟地震来时阵，台面伫桌下，若是佮拄着地震佮火灾嘞，这游戏内面卖甲你讲。那已经把瓦斯开关关起来。设计各种地震发生的这个情境，让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市民怎么去准备避难逃生？地震前紧急撇蓝包物品的收集，地震的时阵拍了暗号，关键加速路顶地震体验情景，毛分做单人或者是侪人的体验区。搭配以下小朋友也会使挂上简单型的目镜，体验地震来临时的挑战。我躲在桌子底下，很真实。然后他那个模拟，好像你真的能在里面。今年是九二一地震20周年，台北市消防局推出地震密室逃脱，即马开始开放予民众参观体验，结合 VR， 对咧耍的当中，会当学着拄着灾害的应变能力。